哎哎喂，那核桃是人吃的啊，小胡子！哎呀，这！你给他，他也不吃。那是核桃，核桃不是猫头，啥玩意儿？人家玩儿不行啊。谁知道他是玩儿啊，还是要磕开吃啊？他才不吃，核桃够不出来，你又够核桃皮了，啊？你给他一个核桃皮，他会玩的。你给他一个小圆核桃。给你核桃皮，给，要不？看喜欢。嗯，有像个小瓢似的，舀点水喝吧。待会儿口水就掉进去了。小宝过来，滚核桃皮嘞！再拿出一个核桃给他们。我去，咕噜咕噜咕噜开这球不走正道啊！哎呦啊！哎呦！你也感兴趣吗？你给，看你能够出来吗？好看来了，好看的小短腿老厉害了，粗粗的。脑袋又伸进去啊！真给你够出来一个。够一个就得了呗，全给你够出来，你信不？你说你信不？完你进去啊！我去，还真咬啊！你可别咬了，你口水啊啥的都蹭上了，我们还怎么吃了？他能吃一点点，不了多少。小宝抻着懒腰玩儿，胡子有能耐，你能把核桃？哎呦，你厉害了！你又能把核桃扒了袋儿里头，嗯，能不能扒了进袋儿里？他只负责扒了出来。好看，喜欢糖籽儿哟。嗯哟，好看也去了。你小短腿儿够能够着吗？猫它敏感，别闹那声。哎呦，哦，哟哟，好看，站得真高。嗯。你又歪脑袋看，哎呀！小胡子不思考。我去，你这还钓块大的呢。圆嘟嘟的，圆嘟嘟，胖乎乎。他们仨真是各有特色。嗯，好看脸最大，最小的小胡子，胡哥，胡哥，小宝干啥呢？呀，打开了那个。不是，好看掉出去的。你这么喜欢，给你磨成核桃酥。核桃皮。嗯，对呀，磨成核桃面，完了给你做成核桃酥。那也不吃，不爱吃那玩意儿。你瞅你，我一说口水都流出来了。你看，你看看亮的，哎呀，哟，你看看，快去看看大偶像干啥呢？那是偶像吗？那当然了，你以为呢？自己玩的，自己偷偷的，突然童心大发。偶像啊，你那个帽舍儿崩塌了，曾经辉煌的老干部形象轰然倒塌，都变成童心未泯的小偶像了。来，小宝，看看，给你爸爸表演一段。你现在玩这个的感觉，就是你爸小时候玩这个的感觉。一天无聊的你，你玩玩吗？大家，哎，对，核桃啥的。你说他俩一比，就知道小宝小了，要不然还觉得小宝长大了。小宝只能和 A U 比。A U 比他也小。你想闻啥呢？薄荷的吗？还喝薄荷情未了啊。